你知道牛肉要怎么吃才好吃吗？我喂你吃。为啥子？为啥子分手总要在下雨天？我们不要分手，我要宝宝。骂叫你，骂叫你，丫的！我没有骂人啊，哪有？你皮笑一下，你很开心吗？我说是就是，男人都为什么？我们俩来算算，谁在这个组里面待的时间久。来，我们走一次。你又帮不上什么忙，何必为难自己？王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知道我怕哪个的？王老师，妈，把我的证书给我拿过来。啊？你是啥子哦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哇，我好厉害！哎呀，三脚猫功夫啦，不成挂齿。